世上也不让来往的人有匆忙，我不要太紧张，和别人一模一样。本来我在思考这场表演要不要放，但是经过家人的同意，家人认同，这是他最后一次表演，所以我们就会在第一期里看到他再给我们出现一个不一样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。So w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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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不愿意思思念念谢谢去面对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。这衣服还是特制的，对，这是彤彤帮我特制的。而且刚刚背影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音乐还没下，是我一起你要模仿印度 Michael， 好像哦。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思思念。谢谢去面对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。我本来还跟他讲说，是我们长期合作，就是这些模仿艺人为这个公益干预。但是当我看到那天的消息，我也非常惊讶。当然，对王总都百般不舍。啊，后来我也传简讯，希望他更加坚强。过去让过去的，我们的人生路还是非常长。当天我在录大企鹅，出坐车去外景，看到这个新闻，我根本傻眼了。我心里就想到，那你不是在我们节目刚表演完吗？而且你还答应我说，我们日后要坐在那边一起讨论节目吗？那我突然都整个脑袋是空的，我大概顿了三天，还没想清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尤其王彤，我要怎么安慰他？那王彤还跟我一起主持节目，后来王彤跟我互相传简讯，我说你知道现在很忙，我不去发表任何言谈，并不代表我不关心孩子。这种事情发生，最好是让你先清静一下。否则你任何的语言都是让他更烦恼的，所以我希望事后等安静以后，我们再好好来跟他聊聊天。他很开心啊，他非常开心。他被我们操到，后面还有一段是操到喘息，就是加快，加快。他是为了效果、来吧来吧来吧，狂热的夜，唱唱唱。